一下。那哈哈哈哈哈哈。我买好了去香港的票，55块，然后现在去过关，然后现在就算过了关，就是有这个就是新的这种路过指纹的，后面有两个这个码的的话，两个这个码的的话，就是可以不用走传统柜台，然后现在就很快，电子就一下就通过。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过程是挺烦的，我每天要这样来来回回还是挺烦的。然后现在就基本上已经到香港了，看一看，然后我会去坐那边外面那个大巴，直接到铜锣湾，基本上是2个小时的样子。吃的样子，还有好多下午茶，什么猪油包、菠萝包配一个奶茶，就好想吃哦。但是决定还是等一下，先去到商场找到网络，然后联系到我学姐。香港就是很好玩呐、就是觉得怎么这么好玩，乱七八糟一个小小的地方什么都有。看一下。I'm just protecting my innocence. I'm just protecting my soul. I'm never gonna let you close to me, even though you mean the most to me. 'Cause every time I open up, it hurts. So I'm never gonna get too close to you, even when I mean the most to you. In case you.在这里有一个米老鼠90天的展，然后在这里等我学姐，我要把我们好久没见，然后第一次看到，不是又一次看到的场景录下来，看一下。那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好不自然啊，我不太会这个。不重要，不重要。然后我终于看到了，刚才竟然没见面了。就你小孩上次是你结婚的时候，对啊，4年啊，等一下再拍，等一下再拍，然后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多人的拍呀、怎么这么多人？好久没见过 ，every day 啊，超可怕！大家是来买东西吗？还是怎样？我星期一下班的时候，我星期一就
就从这座山上下来。我每次见到这一堆人，我要赶快离开这里。哇，真超多人。不是，大家每天都来逛街，尤其有了孩子没法逛了，就想逛了。带他出来呀、啊，带小朋友见见人潮。哇，太恶心了！怎么这么多人？我很久没见过，就感觉要晕掉。深圳一样吗？不会，不会这么多，就还好。现在那家店 walking 还给不给？我们去吃啥？先去的前面看看开不开，没有我们就上去再楼上去。好啊好啊。我也没有定到位置。不用啊，我觉得就我突然说要来，然后你有时间，我都觉得很难得。有啊，我今天早上就有。什么牛涮锅？我们要排号是不是？已经排过了吗？这样一到两人，哎，按不到，没手。上次杨燕来做脸部的那个打水光针也是在这栋楼里面，我发现每次来这里来来回回就是这个地方。先来的吗？是的吧？是的。嗯。他在干嘛呀？为啥那个不能点？可能坏掉了。来个温泉的。他怎么样？他在一个一家人。来，你要不要吃辣的？什么饭呐、啊？不是，你要不要吃辣的汤底？可以啊，我就跟你吃一样的就好了嘛。我们不是点一个汤底吗？没有，可以鸳鸯锅。有好多次我们坐在这里，对啊，我觉得坐那个位置也太好了吧。不过我们今天我没有订到位置，他今天不能给订。没有啊，我觉得已经超好了。吃辣。这里有个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在玩什么？吃不下嘞，吃不下了，真的。等一下，谁现在？哦，他真的是真人。他要叫你什么名？他会叫开秋叔叔。什么叫开秋叔叔？李启超，广东话叫开秋，雷开秋。啊。可以叫你什么依依了？依依哦，你看这个妈妈。哎呦。这个很好吃，是不是放了有点久吗？哇，你们家真有好多好吃的，超多好吃，超羡慕。嗯，然后我好像长这么大没有吃过冰皮，目前吃可是我好饱，他们家有超多好吃的，你不要理他，你就跟我讲话就好。可是我没有穿内衣，可是没有关系，猜不到的。嗯，这个超好吃的，这个是我学生的家长会，就是家长送的。教师节吗？还是普通没事就送一送？就是暑假，其实就是六月末送的，应该还能吃，因为这个饼可以放很久。还送了一瓶红酒，有两瓶红酒，一瓶是去西安的时候。哦，你什么时候去西安了？常常去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夏令营对不对？就是他们叫毕业礼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上次还跟我说。每次都去，你看一堆这种东西，一堆。怪不得我刚才还在奇怪为什么会有。都是西安的那东西。对啊，天哪，我今天吃到了。两天，我反正呢，反正吃的就超多，什么都有。哇，这真是，我就记得原来上学的时候，你就会搞一堆那个水果吃。那展示一下冰箱，拿个买过冰皮吃。等一下，今天明天可以买一盒回去吧。买一盒打包。不要放冰箱，不要。因为它有那个什么保温袋。不要，因为那个我住宿舍啊。这个是长兔子样子的，我好土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冰皮月饼，所以要记录一下，我真的第一次。对，因为我太激动了。没事啊，可以拿走，我记录一下。这个特别好吃的芒果，
好土啊，为什么我这么土啊？我就觉得自己有强迫症，就不能不干净，就好惨了。哎，他真超有精力的，现在已经12点了，哎，看不到，12:15，然后他就可以一直搞七搞八。不然你得老醒了就没得搞。对，我奶奶以前也说，就当妈了以后就得趁小孩睡觉的时候做事情。嗯，对啊，星期天对10岁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是10岁才上的4年级，我印象很深。年级对呀、啊、这里不一样呀、啊、你的都在近边了，你要吗我拿给你。他有好多玩具啊，这边问题是你把玩具都能收纳成这样，我也是服了。收不好你才放在你哪里。哎呀你好，早上好。早上好啊。 Good morning。 他们穿了母女装，超可爱。小狗对呀、啊、Puppy。好啊，刚刚好这种天气啊，好舒服，但是那个风是凉风的。对啊，今天我们要不然去商场了，不要去外面，因为刚刚刮完台风没多久。是，那平时是会去公园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公园好玩吗？我来给你拍照好吗？这里太阳光了。就好滑溜，对，我就想说很轻，要慢慢推，好好好，慢慢很快就来推啦。加油！好了，多张了，好的，妈妈推很轻啊，是很轻，很好推。因为香港人比较怕脏，不愿意小朋友，嗯，然后就我瑶瑶在那爬，不过带出来也爬，就大家都震惊了。那就锻炼嘛，回去就洗咯，回去洗。他说啊，衣服会脏掉，脏掉回去洗咯，还不怕那两套衣服不手不洗，你放洗衣机搅一下好。对呀、啊，这里每天来看乌龟看鱼、嗯，觉得还蛮惬意的这个小公园。对，这好多乌龟，好多鱼的。看一眼，哦，真的很多鱼，哇，那个龟，哇。看我们吃什么、啊？好啊。小朋友，你最爱吃？哎，他已经开始了呢。哒哒哒哒。我对工作是没什么用心，但是也要吃这个。这个好可爱，这个包你买的吧？一家四口，好可爱呀、啊。咦，然后我现在要回去了。下次见就是瑶瑶去当花童的时候。上次见是他们结婚的时候，怎么很有纪念意义？好吧，瑶瑶小朋友再见了，一起走了。哦，你们有去啊？